一辈子想不出，为了武林功名，就是多养四千余人，不怕你笑话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保家主护国恨，这就是我最终的目的。战破敌，消失武林这么多年，在下战金红，荆州战家战破敌之女，如今战绩又重新出现在这里，在下林放，战姑娘刘丽到底是何意思？我的目标可是要争当武林盟主，号令江湖，行侠仗义。战绩不是战甲斩破了他的武林冲动，这把利剑，我说过当年之事与战破敌有关，跟战青红无关，你倒是分得清。你相信我吗？我相信你，只要你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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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痛快的地震江东武林王国，此人有才智谋略，不能一统天下，豪杰志士，穷凶极恶的匪首，以死谢罪。各段满人者，以武林第四生死飘渺，爱恨断肠，谁来管？千山万见光寒，但总算我们还有伴。人间有多少沧桑，笑多少是迷风狂，五月东巡，西野外景，你还不把人在你服，应该伏法的是你吧。就换他一点狂，让黑暗黑到吞没所有希望，才能找到血液里的光。那么孤单又那么不惜而倔强，让黑暗黑到失去所有方向，才能感到血液。七星剑法是我学的，所有功夫我来承担，放过我。遥远却痛快的天日啊，不是我的不是人，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夫妻存残相中人，无法一绝，所有希望才能找到血液里的光。我真的会服下，没有想过黑云，也没有过不去的黑夜。越是黑暗的地方，就越会有光。